种物质的了哈。今天来请一些师姐过来装电池，哎，准备上人摄政这个要给海外摄政的用的灯，外人队就1800，我们准备1800个，就那个上人摄政，海外，哎，海外上人摄政用的。平常我们这个玩的时候，就是要把那个电池拔下来，然后再用那个格子一个一个装起来。抓它了，它会有那个电池会漏电这样子，所以就这样保存就比较安全。这是日月的生活茶水煮。生活茶水煮就是很明细，就是因为我们中央茶水啊，那我们有点心茶水要出去嘛，那我们要因为有各个楼层，那我们方便就是各楼层的志工来推点心的时候一目了然看到，哎，二楼就是哪一个和区区他就推走，所以就不会有乌龙事件，就会很清楚。哎，你现在开始吃用螺虫，这种难去预测了。
全心欢喜心，志工相伴一起来拉长情扩大爱，愿人间不再有苦难。用欢喜心付出，用感恩心投入，化有用为妙用，化你愿为善缘，拥有感恩尊重与爱，生命内涵会更光彩。化极乐为众乐，善尽一份大爱，为人间为世间付出希望的未来。感恩心欢喜心，志工相伴一起来拉长情扩大爱。